海鲜之王象拔蚌，据说这玩意儿吃一根，老铁们能把你一年的营养都补上。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那么回事儿啊，反正贵是挺贵的。嗯，一根1000多。嗯，味儿还真不错。嗯，就有点太大了。这里面打不开了，下一个视频咱们看看象拔蚌的身子里面都有啥。